做玫瑰花呢，就是要有深浅变化才会漂亮，不要擦颜色，因为颜色一擦就脏了。这是最深的中间色，这是最浅的，哦，这个有深浅变化，看起来就很柔和。然后这个颜色，假设你今天要用的是紫色，要用的是紫色，哦，这个图没有用的时候要包在那个湿纸巾盖住。今天要用的如果是紫色，那你调颜色的时候就是1:1，白色跟你原来的这个颜色1:1，就是等量这样调。那调的时候你可以沾一点水啦，如果土有点硬的话就沾水，没有硬的话就不用了，就这样转一转，调成一个颜色，调成一个颜色。就这样调好以后，好，你就再从这个颜色里面呢，再取出这样子的一个量，再加白色，也是1:1，1:1，再这样调，调出最浅的那个色彩。我们的图你感觉好像比外面的什么超轻图啊、树脂图软。可是那个太软黏的话很不好做，就觉得我不知道，我那种土我不会做，那是很便宜的土啊。好，那你这样子，你看就是有三种色彩了哈，三种颜深中浅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捏。那你如果是在制作的时候，一点点时间暴露在空气是没关系的啦，这个你可以拿出来。好，这样子，第一步就是先，好，这个是花蕊，这个就是先这样子，你这个竹签拿斜斜的，然后第一圈先紧紧的绕。紧紧的绕，可是第二圈你就松了，松哈，然后下面给它捏紧，下面粘住这个竹签。如果你做小朵一点的话，你就用牙签。那再来第二圈，这个是圆心嘛哈，这是心花蕊，然后第二圈我们就两半就好了，基本上是圆形的，就从这个缺口这里这样子。粘住，好，再一半对称放着，对称放着，哦，这样看得很清楚，它就这样子对称。好，再来这一圈，这个算是第圆心第二圈，这个是第三圈，我们用的是中间色的粘土。这个圈圈有一点就变大了，这圆圈圈有一点大了。那我们做的时候，基本动作你不要乱了手脚。这个右手就是拿着竹棒，左手就是拿着粘土。这样子你基本动作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基本动作，都一定要确定，不要乱了手脚。乱了手脚，你做手忙脚乱就做不出东西来了。哦，这样圆好，那你再来三片就是顶立了。记得哦，这个有点摇摇晃晃，就要赶快把它固定好，不然等一下真的是手忙脚乱了。这样固定，右手就是拿着竹签，左手拿着粘土。你试试看做玫瑰花，你用别的土做做看就知道了。那个太软黏的土没有办法做。好，再来，最外面就是最浅的颜色啊，最浅的颜色。当然，它慢慢的有长大了，这个圆圈圈有长大了，所以你就这样，这个稍微翻一点点。玫瑰花可爱的地方就是要翻，这翻了以后就是。更有一种动态出来了。
都是在它错开来，错开两片前面那一圈的错开，这样子用。好，再来也是三片而已，它原则上都是顶立顶立的，顶立就是三角顶立。好，这个好，你看缺口的地方，还有记得哦，这个外面的花瓣一定要比里面的高，你不能低，低的话你从侧面看好丑，好像在爬楼梯，所以这样子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不要放得太外面，放得太外面那个花会显得很老气，那就拿起来，稍微给它搓一下，搓一下，下面好像一个圆球，好，这样子剪掉，这个还软软的，所以你可以，好，这样。那等一下让它都干，这个要完全干的话要半个小时以后就比较干啦，那完全干它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，等一下教你们做蛋糕。好，这个就放着放着，那至少要三朵才有办法去组合。这个小蛋糕的上面呢装饰的三朵玫瑰花，当你组合完以后呢，这个中间花跟花之间有缝隙，有缝隙，那我们就想办法用小花蕊来给它点缀，塞进去。那这个小花蕊怎么做？也就是当你做玫瑰花的起步的时候，一定有花蕊嘛。那我们起步的方式是一样，你这个土没有用的时候要盖住。这个小花蕊是这样做的，你拿到土就搓成椭圆，然后压扁。压扁就变成椭圆形，那你竹棒就这样放着，斜斜的放着，第一圈你要紧紧的握住，然后第一圈紧紧握住以后，第二圈你就可以放松了。放松以后呢，你这个竹签这里要给它靠紧粘住，那再来继续，就是如果花的话你就是继续做嘛，那小花蕊就可以旋转，竹签旋转，把它拿起来。拿起来以后，你中间拿起来哈，这个下面这个尖尖的就搓好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就是小花蕊，那就放着让它干。三朵花就有三个缝隙，就有三朵那个小小的花蕊，这样子我们等它干，它半小时以后再来组合。做小蛋糕呢，就是要有一块保丽龙，这保丽龙当然里面是就是不是粘土啊，就是保丽龙。那有一个盒子，你这个盒子啊，你把你完成的作品呢装在盒子里，这样要送人的时候看起来很完整很体面。然后你需要的粘土就是咖啡色的哦，这个一定是巧克力，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巧克力的，那你送给情人也是巧克力最代表性的。还有白色的粘土，绿色的，黑色的，哦，啊，你已经做好的三朵玫瑰花，三个花蕊，还有一点点水啊，剪刀、牙签、竹签、塑胶刀，还有这支杆棒，这是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的东西。你拿出咖啡色的粘土，这个大约有30公克，然后你拿一半，剩下的盖住。那你这一半就搓长，搓得像那个什么那个热狗，就是小朋友喜欢吃的热狗，就给它擀长，先压扁然后擀长。那长度大概就是这一支杆棒的长度。差不多20公分长，哦，不够的话再擀一下。那宽度呢，也差不多就是这只杆棒的样子。然后你就把这个保丽龙这样子包起来。你包的时候可以稍微拉一下。那你多出来的呢，我建议你是这样子，然后用剪刀从这里剪掉。再按一按就好了。好，
好，那这个多出来的暂时不用管它。那刚刚剩下的咖啡色的粘土呢，你再给它搓圆压扁，就擀两片，上下擀两片圆，上下擀两片的圆，然后就这样子。上下两片哦，好，这个好像有比较多。你那当然是粘土要多一些比较好，让不够的话超麻烦的。你宁可要多出来，有预备，这样子，那你多出来的呢，我就用剪刀给它修好。修好，有这个缝隙都不能看到里面的宝丽龙哦，好，这个都要修好。好，你们就花一点时间把它修好，就像一个那个，哦，这个也是很好吃的一种冰激凌饼干呢。这个都要修好，好，你们就花一点时间，就是把它整理好，把它整理好。我建议你把已经整理好的蛋糕里面呢，放在这个一个木板上面，这样你在工作上会比较好用。那你剩下的那个咖啡色的粘土搓长，搓细长。如果有一点难搓长的时候，你沾一点水，它就再慢慢搓，就搓得很长，就可以很容易的搓长。然后就围起来，这个长度也差不多20公分。差不多是这一支杆棒的长度20公分。好，你就这样围起来以后，你用你的手这样给它轻轻的压住粘住，然后用塑胶棒在这里，所以说你要有一块那个木板会比较好工作。就这个是那个点缀这个蛋糕的底，好，你就这样压，间隔差不多1公分1公分，就这样压，压了以后，你再从这里上面这样子用上来。哦，这个工具要保持干净，比较好做，才不会黏黏的。这个就这样子弄上来，然后它有就是有那种奶油的变化，也是巧克力奶油。这个是增加一些变化。好，这个就是蛋糕的底座。好，那你做好了以后，就是看你要加什么奶油的。那深色的当然是配浅色的，再来点缀这个白色的奶油，因为深色的你再给它弄一些浅色的奶油，然后点缀一下，然后用这个竹棒给它弄得有奶油状。啊，你就这样子，要有耐性，做这种粘土就是也是在培养耐性，还有那种欣赏的眼光啊。这个都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一种个性啊。好，那你这个上面的奶油呢，你就这样搓上面这个奶油，好，你看你能搓几片。原则上我就是给它先搓好几片，让它等量。那你搓好以后，搓成这样子，两头尖尖的，然后这样子粘上去，这样粘上去。你粘好以后，用这个竹签，给它这样有一些纹路过来。这个都是适合小朋友的动作，这个都很简单的动作。那你如果万一说你这个底座已经干了，那你不用紧张，你就抹一些水，那就可以粘好。
就这样子粘上去，粘上去，粘上去以后，你再用一些这个，你可以自己个人喜欢什么颜色，你自己去设计。这个我们这颜色是很主观的啦。哦，这个你就可以这样子压，全部压完以后，好，压完以后，你再加黑色的葡萄干。那葡萄干都是皱皱的，所以你随意弄起来，随意这样子，哎，粘上去，随意的用起来，啊，就这样粘上去，然后随意的给它弄一弄。葡萄干本来就是不规则的，好。再来做上面的那个蛋糕的那个玫瑰花的装饰，啊，这个这些。基本动作呢，基本结构都是一样的。你看这个滑圈，就是马尾的滑束啦，还有这个套圈，围巾的套圈，还有别针。这个的基本方法就是五片叶子，再来三朵花，再来缝隙塞一些那个花蕊。这个的基本方式都一样的。那你要做三片的花，那个叶片，或者是五片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啊。那这个叶片就是这样做，叶片就是拿到土，做三片就好了。那三片我就是拿超等量的土，等量，它的量是一样的，等量的土。好，那剩下的你给它收起来。这个叶片基本方法就是这样子，图你拿到的时候搓圆，然后搓一头尖尖的，这个就是叫水滴形，水滴形。然后你在这个木板上面这样子，好一样，搓成水滴形。水滴形，好，然后你就是轻轻的画一下这个叶脉，这个这样拉出去比较有尾巴，这样子垂，这样子比较好看，就是轻轻的拉出去。好，那你这个地方要沾水，好，把它粘住。那你粘的时候先考量一下它的位置。好，三个，我们也是三个顶立，先考量它的位置。好，你确定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，你就压粘住，压粘住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就压粘住。啊，沾玫瑰花的底呢，沾白胶，把它粘住。粘住以后，你这时候。粘住以后，你就是可以压点力量，把它压进去，这个花蕊也就塞进去，就花蕊就塞进去。